再度恭贺一下，请各位看看二四八六，来看看二四八六，你看看它今天涨了多少了？到了38.35，我们就买在20.3到19.75，平均20块，然后涨到38.35，已经有90%获利幅度了。我们现在还不出，那你们想要知道什么时候会出？没关系，你紧盯着王彤的节目，你就会知道答案了。好，今天我们来开始帮你解盘一下啊。今天是2021年4月12号星期一，大盘最后是涨了5点。那到底这个盘有没有问题？王彤等等会稍微帮各位解一下。但是解盘前还是告诉各位，我们近期有推出一个活动，来看清楚啊，赚两波优惠案，会费5折，直接获利到中秋，看好，直接获利到中秋。报名专线02-6630-3221。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获利到中秋呢？就一条路，跟上王彤脚步。那么你跟上王彤脚步，还要看得懂大盘，因为大盘大家都看不懂，王彤看得懂。我现在稍微讲一下，今天大盘表现很好的地方是，很多档投机股、主力色彩过重的个股，或是本益比过高的个股，都倒下来了，这是好事，因为资金就要开始出来。那这些倒下来个股里面，有些个股是不错的，它有时被错杀了，那你要怎么办呢？我们等它止稳，反倒是要进去。像是上礼拜五有跟上王彤脚步的人，今天王彤也带你切入了。简单讲，今天我们发了3个红包弹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看看啊，这个大盘在4月9号礼拜五当天下跌72点，我告诉你大量调节，我告诉你大量调节，你看过的。再来，你看一下，礼拜五下跌72点，最高涨了89点。我说17000点达阵，17000点达阵，这是我早就讲过的事。我们首先先看17000达阵了。那在昨天啊，我的朋友还有他的同学打了一个讯息给他，就是请他帮忙问一下，拜托你去帮我问一下王老师，17000点达阵以后，这个盘是会跌还是会进入整理？哎呦，我说你的同学怎么会来问我？然后他说，我那个朋友就直接回答我，他说我那个同学是你的粉丝啊。然后我说17000点是我在演讲会里面讲的话。他说他的朋友，他的同学的朋友都去参加演讲会来听我讲，转述给他的，他们可以说是医生帮了。那我今天听到他消息以后，我都大吃一惊。哎呀，王彤真的是粉丝满天下。不过后来我再告诉各位一个更实际的消息，就是在今天礼拜一中午的时候，我的一个老同学来找我。老同学呢，他跟我大概有20多年没见面了。那么讲回来，他的老婆也在玩股票，他也在玩股票。那他进来以后就直接跟我讲了一个案例。他说有一天呢，他在外面吃饭呢，就无意中听到隔桌的人在讲，哎呀，你们去听听看，正声广播电台5点半有一个人叫王彤，他讲的话非常的实际，你们如果是要喜欢稳扎稳打的人，就一定要找他，你就不要去找其他人，那其他人都是跟你在碰轰的，乱扯一通的。那今天呢，他告诉我这个讯息以后，我心里听得非常的高兴，毕竟王彤的所作所为是获得市场上的认证，不是我认证，我认证不需要，而是要你们大家来认证。哪天有机会呢，我也把我的同学介绍给各位认识一下。好了，我们来看这个盘啊，你看一下4月9号礼拜五，我只告诉你4个字，还会回档，而且是小回，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吗？那你看一下今天
九点十六分，王彤发的盘讯。九点十六分呢？九点十六分呢？大盘已上涨54点开出。今天盘市开中高盘后，还会再挑战17000点，17000点，还会再挑战。那请问一下，今天我们的高点在哪里？你看一看高点在哪里？16979，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哦。关前会形成震荡，这是正常走势。盘中还有一次下压，好了，碰到了17000，是不是开始下压？压回时要承接，今天会收红，切勿放空。哎呦，你看看，压了一波，再压一波，翻黑了，下跌60点，然后呢开始上去，最后呢上涨5点。请问一下，这个是不是你们要的盘讯？对了吗？这样子有没有帮助你赚钱？有了吗？怎么赚？你们当然会去玩衍生性商品，拿着我的盘讯你就会赚钱的嘛，对不对啊？王彤9点16分发的，你要看清楚啊。好了，今天帮你解盘啊，看清楚啊。4月12号礼拜一，我直接写三个字给你，今天的盘叫进货盘。我不会跟你啰里吧嗦讲半天的，讲半天有什么意义？没有用的了。今天你看一下盘面上，你看看我们的面板双虎2409、3481，这两个都在创新高，五大泛用数字也创新高，还有一档个股也在创新高，谁？中钢2002，给你看看2002，中钢也在创新高，看到了没有？看到喽。哦，那这些涨了以后干什么呢？这些一涨了以后就把台积电的跌幅给吃掉了嘛，所以台积电它来控盘的角色也就降低了嘛。不要每天只看台积电的涨跌就来研判大盘的涨跌，现在你们已经失真了，不准了。所以你今天又学到一招了啊，王彤又在教你了，是不是？而且今天台塑集团里面还有一档个股也在创新高，谁？1303，你看看1303南亚有没有创新高？有。有没有占全值？那当然占全值，793亿的股本，不占全值占什么？占垃圾啊。好了嘛，你说这个盘有问题，我看不懂哪里有问题。我再告诉你，这个盘答案告诉你啊，今天涨5点，高档震荡，看到没有？我先比给你看一下好了，高档震荡，这样震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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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就上去了，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是不是还要等回马枪？不用等了，我盘都解完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再来呢，我们当然会给你讲几档个股啊。首先你看一下，有一档个股我也讲过了，叫3088，3088叫爱讯。这档个股今天放量了啊，今天放量了啊，它的业绩是很好的个股啊，你看看它一路这样上去，我们就买在这里了，我们就买在这里了，今天一路上去了，要不要出？不急着出。然后再看2486一拳，哎，我早讲过了嘛，上礼拜我都讲一拳变成20拳了，现在一拳变50拳了，大概过几天就变成100拳了。王彤公开讲过，我们的一拳就买在这里，这里的价位是19.75到20.3，给你看好了啊，就这里，20.3，19.5，我们这天买19.75，这天买20块，好了，我们就买在这两天，然后一路上来到今天。就算买在20块，今天涨到38.35，是不是涨到18块多了？18块多有没有90%？有，这才叫真正的获利呀、啊！不是嘴巴讲，从这里算起到这里300%都是我的，你是做梦。王彤直接讲，一拳就是我们会员的持股，我们现在手上还在。那也有人会问，3679，今天怎么跌幅比较重？放心。他今天只是因为他的3月营收比较差，这个利空反应过度了，所以新自身下来是买点哦，我就通知你了、哦、好了，那我们剩下来看看这个操作了啊。4月9号告诉你，
恭贺各位3530金相光，剩下一半市价出在130元，昨天出在135元，今天多赚3元，现已全数出清，获利如带了啊！来，你看3530，你看看今天136下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哦，看到了吗？好，再看，在4月9号还有一通。恭贺各位3694海华，市价出在31.3元，我们买在28.4元，抢短成功，这是今年第36个红包。你看3694，给你看一下有没有下来，是你的，有下来了。我公开告诉你，这两个股是什么？抢短的啊，抢短成功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又发了3个红包袋，今天没有发红包，今天发了红包袋。这个红包袋呢，就是说我要准备让你装钱的，装现金的，你要赶快跟上王总脚步哦，因为我说我们这个优惠专案这几天就结束了，看清楚啊，从今天开始会让你赚2波，这个就叫赚2波优惠案了，会费5折，直接获利到中秋，直接帮你服务到中秋，直接帮你赚到中秋的。报名专线02-6630-3221，02-6630-3221。现在的行情很难操作哦，你现在行情没有高手在旁边指点你，我保证你全身都是伤。好了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，谢谢各位。岸边看海，波涛汹涌，高空看海，可见金来，古海茫茫，唯一明灯，王者至尊。王彤老师善于解读主力筹码，顺势而为，看盘功力神准惊人，个股操作犀利，洞悉产业兴衰，波段短线无往不利。唯有王彤带领走向财富的康庄大道。速播至尊专线02-6630-3221，6630-3221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